这是不是毕业后的你？要约上走火，把作业记好，我一定要翻到前程。哇，有钱佬！冇冇存钱啊，冇存钱啊！边话偷用我先咪好佬啊 ？A 翻钱俾我添嘛？好喇叭你话，我毕业之后一定要一个人住。阿伟，你系咪用咗我支毛佬啊？我问一问啫嘛，你照用啊，唔紧要啊，我咁大支慢慢用。嚟，我哋再讲多两分钟。忍下，毕咗业之后就唔会有人拖堂噶啦。九钟收工。大家唔好走住，入嚟开个会先。系好嘅，系即到。再忍下，毕咗业之后就唔使再考试，系一定唔使再考试。喂，你知唔知道本季主推楼盘喺边啊？吓唔系啊嘛？咁都唔知道你有冇脑噶？咁主推户型系乜嘢先啦？咁都唔知道，你点入的噶你？学粤语有多简单？广东话好难啊！这么久了，我都不会跟人交流，好简单啫嘛！广东话学识一只字就够。诶，带你实践啊！诶，靓仔，去天河啊嘛？系。喂，依家呢个钟数去天河啊，好塞车噶嘛？系。啊！点啊？你两个嗰边翻工噶？喂，嗰边消费好高啊！唉，这都可以。唉，唔掂啊，靓仔真系，你睇下塞到啊！广州啲交通啊，唉，不过冇所谓啦。睇佢两个身光颈靓，呢、这个钟数先翻工，肯定都唔系打工噶啦，老细嚟噶系嘛？哎，这我懂，我来说，系呀系，叫你模仿啫，冇叫你超越喎、啊，朋友。你所有的快乐说嗨嗨。当北方人在广东做菜，兄弟，今晚让你尝尝我的家乡菜。来，给你爹我拿个大马勺。嗯，勺姐啊，那这不搞笑吗？这个怎么炒菜啊？我说是这个。喂，你嗰只锅嚟嘅喎，你勺咩啊勺？哎，行了，别逼逼赖赖的，再拿个碗给我。那碗啊，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这不盛菜吗？这酱油碟那么小，怎么装得下呀？咩料啊，碗啊嘛，咩碟啫？我咩啊？我说的是这个。喂，你嗰只系刀嚟喎！好熟，别闹了，我要盛菜，帮我拿个漏勺吧。啊，大家知啊，捞西。什么反应？不是，准备准备准备，捞西啊！啊，这太大了，拿个小的给我。哦，捞仔。我顶你个肺！嗱，捞仔。